好，条件跟期限哈，举例而言是，他的情况大概是哈，条件成就哈，成就才会生效。举例而言哈，比如说今天主管机关他人民去跟主管机关去申请一个核发这个营业许可哈，那以条件跟期限来说哈，这个大概就会是主管机关他想说你如果装了隔音墙之后，吼，我才给你这个许可，好，就是你一定要做了符合这个条件之后，这个条件成就，然后你的营业许可才会生效，吼。以期当然刚刚举的例子是条件，哈，以期限来说，比如说他就定一个时间点，类似这样子，哈。那以负担来说，哈，负担的意思是处分会先生效。处分先生效哈，然后但是你后面需要履行复判。以隔音墙这个例子来说哈，就会变成是他先给你这个营业许可哈，但是他告诉你说，虽然我现在给你营业许可，但是你要去装隔音墙哦，这样子，是这个不同哈。第一个是在讲说，你要装了隔音墙，我才要给你哈。第二个是在讲说，我先给你，但是你事后你要装隔音墙哦。那所谓保留的负担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举例来说是，如果有附近居民来抗议的话，那你就要来装隔音墙，就是如有某一些情况底下，那你就要来履行这负担啊。如果没有发生的话，那你就不用履行负担这样哈。好，那最后保留废止权就是告诉你说，我总有一天会把你的这个许可给撤。给废掉哈，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各种理由哈，所以他就会，所以保留废止权的情况哈，也就是我们这个他会排除信赖保护嘛。我们当初在讲信赖不值得保护的地方，大概有一个就是说，你可以预见今天会有废止的一天哈，保留废止权它就会排除信赖保护。可以吗？好，那到这边我们就举一些例子哈，来具体的说什么是这五种负担的太阳哈。那接下来我们说付款大概会考什么哈？付款第一个会考的最典型就是会考它的定性哈，就是说今天行政机关它为一个注记哈，那这个注记到底是这五种里面的哪一种？定性完之后，它可能会考合法性哈，就是说那我可不可以这样子注记？我可不可以为这样子的付款哈？第三个问题是，那如果我今天不履行这个付款的时候，那行政机关要怎么处理的问题？最后一个就是，那人民对于这个付款不满的话，那我要怎么去救济？大概付款会考的问题就只有这四个哈。好，那在这五种底下哈，我们就会有另外两种要特别注意的哈。第一种是法律效果的一步修正，开在旁边哈。法律效果的一步修正是什么意思？哈，比如说今天你这个去申请集会游行，哈，结果你就跟他讲说，我现在要从这个南北到这个，比如说北到市民大道，哈，然后南到这个罗斯福路，哈，然后西到这个，比如说西门町，然后东就到台北东区，这样就超大啦，然后这样我申请一个超大的范围的这个集会游行，哈，结果这个主管机关就告诉你说。没有没有，太大了太大了哈！你现在最远只能够台北只能够到那个台北车站公园路这边，最东只能到台北车站公园路这边哈，最西你不能跑到东区去太远了哈，最西你可能只能到台大医院这边哈，像是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比如说你不能到最北，你不能到市民大道，最北你可能只能到这个忠孝东路哈，最南你可能只能到这个国家图书馆前面哈，就是站长那个中正纪念堂这边哦，他就这样讲这样子哈。这个时候你就说，那这个到底算不算是负担？哈，因为听起来好像是我原本要去申请的，结果主管机关就告诉我说，不行，你原本申请的那样没有那么多，哈，你应该只能够自东到哪里，自西到哪里，自北到哪里，自南到哪里，哈。可是
仔细听一听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其实并不是负担，这个并不是付款，为什么？因为所谓法律效果的一部修正，其实意思就是他只给准你一部分，只准你一半，所以这个不是付款，打叉的意思就是非付款，我们现在在讲的是付款。好，第二种情况就是法条效果的重申，法条之重申，法条重申最典型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今天你要去申请集会游行，延续我们刚刚那个例子，那主管机关就告诉你说你不可以带爆裂物，本身爆裂物这种东西就是危险物品，这种违禁物品这种东西本来就一定会是有，比如说社会秩序维护法或者是相关法规一定会规定你说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啊，比如说就是比如说不能吸毒啊，不能够这个随便乱去制造噪音啊，或者是 点燃爆裂物，像这种情况，那这个大概就会是法条内容的重申，就是他再重新讲一遍法条而已。那这个本来人家法条就规定，也不是主管机关多苛于你要做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认定他不是付款。既然认定不是付款，我们就根本也不用去讨论说他到底是哪一个太阳，不用讨论说他到底负担还是什么，就不用，因为他根本就不是，可以吗？好，那讲到这边，我们就把付款的一些太阳一些种类给讲完了，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必须要去区分这个付款的，其中最会考的就是负担跟条件，这两个很会考，而且呢这两个很常会考它的异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帮它一起比较。不过我们先看回来这一题，96年律师这一题是很典型的付款的题目，也不困难，这个就是超级基本题，所以这一题基本上应该是都要会。看一下这题，他说某市原住民事务主管机关 A 呢，为了要去鼓励这个原住民市民到国外游学，去培养这个原住民的专业人才，他就订定96年度原住民人才公费游学的实施计划，去补助这个市民国外游学半年到一年。那在涉及在这个该市的这个也他有实际居住的这个原住民市民甲，他就去提出这个公费游学申请的这个申请。那 A 审查之后呢，就在给他的处分书里面，去除了核准他的申请，看到核准他申请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核准就是一个单独就是一个典型的行政处分，没有问题。好，他这个处分给他什么？他每个月给他850块美金的这个生活费跟100块美金的这个综合补助费。啊，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还有在旁边注记说，甲在公费游学期间之内不得无故返国，而且游学期满应该要立刻返国。好，那第一个问题他就问你说，这个处分书里面这个游学期间不得无故返国跟期满应该要立刻返国这个性质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先来看所谓的性质，我们就会想到负担嘛，我们就会想到付款嘛，对不对？为什么会想到付款的原因是因为今天行政机关很明显的给我一个准予补助的这样子的一个处分，但是他另外叫我去做一些事情，那另外的这一些事情就是多出来的事情，就是这个处分里面附带来的，那他就是付款。下一个问题是他到底是付款的哪一种太阳？那付款的太阳我们就要去区分。你看他今天是说什么？他今天告诉你说，欸，我会给你，就是我已经决定我要给你加起来一共950块美金一个月，但是他告诉你说，但是你在这段时间里面你不可以做这些事情。所以从这五种里面看起来，他应该是处分已经生效了，也就是说处分已经给你了，已经给你950块美金一个月了，只是他告诉你说你必须要履行特定的行为，这个履行特定的行为，履行特定的义务，这个义务是什么？在本题来说就是你在期间内不得返国，而且期满必须要立刻返国。所以他相较他并不是成就才生效，他是一个原本早就已经先给你了，只是告诉你说给你的同时间你也要履行这一些义务，所以他应该是一个负担，可以吗？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你答哈，括号一的地方，阿拉伯数字一，我们要先去写说，你要写付款之前，必须要先去写啊原本的处分是什么哈，因为付款的意思就是说它是附带于原本的处分里面的一个附带的一个东西。